四周桃源、健康粥品以及多种特色健康美食，三色粥、红曲米绞虾粥、黄色南瓜肉碎粥、绿色九层塔粥，以及亚洲特色美食，以新鲜食材烹煮，让您吃得开心。订座电话：6884-8975，6884-8975。位于二号 Tanquilan Street 的四周桃园，以健康亚洲风味为概念，创造许多独特料理。现在就请老板游景伟先生为美食 OK 介绍吧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又来吃粥了。今天呢，其实呢，我们介绍这道粥呢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友军呢告诉友发，他说这道粥是用金瓜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南瓜。金瓜是 pumpkin。Pumpkin， 对，那这是 pumpkin 粥。对，好，那可以说一下，那这个 pumpkin 粥它的优点又在哪里呢？好处在哪里呢？pumpkin 粥它是一种抗氧化的一个成分，所以人就会变得年轻。对，哇，常吃金瓜会会比较年轻。是，常吃金瓜的人呢会年轻，看起来也好看啊。那其实呢，说到这个金瓜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这道粥。你看呢，在我们的拍摄过程呢，其实还有客人呢也是源源不断的进来要尝试一下这个粥哈。那其实这道粥呢，我们知道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了，我们有这个青葱了，有虾了，有这个肉碎了。那像这个也是一样，自由的放。对，要放虾也可以，对，放要放什么都可以，对不 对？ 对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来放这个肉碎。那刚才是我们的老板说了哈，友军说这道呢是有抗氧的作用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喜欢吃这个粥的朋友呢，其实经常吃白粥有点闷的哈。那如果说加上一些东西的话，感觉就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友发特别在我们的这个美食 OK 的节目当中呢，给您介绍这一道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其实友发喜欢吃粥，因为我觉得像新加坡这么热的天气哈，多喝一点粥，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会好一些。尤其我刚刚呢看到了这个你们的这个厨房里的师傅啊，丢酒囊里，哇，太好了，丢酒囊的粥更好吃。所以今天有话呢特别给您介绍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道啊。那当然这个刚刚友军说过了哈、啊、这个叫什么金瓜 粥。对，那其实在这里不只是有粥哦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菜或者一些其他的菜。其实我刚刚跟您讲，我在这个 menu 里面呢看到了有这个猪脚，天哪，我开始流口水。还有另外一包什么肉，好像很好吃一样。我想还是事不宜迟，现在油饭立刻就大快朵颐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道菜。那当然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 Mr. Karaoke TV 将会陆续的给您介绍我们的这家公司。来看一下四周桃园，来吃好吃的粥。所以你想吃好吃的，不要忘记看看我们的荧幕前的这个地址，然后打个电话来询问一下就可以了。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友军，谢谢。四周桃园，健康粥品以及多种特色健康美食，三色粥、红曲米绞虾粥、黄色南瓜肉碎粥、绿色九层塔粥，以及亚洲特色美食，以新鲜食材烹煮，让您吃得开心。订座电话：6884-8975，6884-8975。饮食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影响？让我们来问问中医师。大家好，今天介绍过的虾粥加入了金瓜，颜色很漂亮。虾子本身在中医里头，它除了味道鲜美之外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功效，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。虾子本身有很好的补肾壮阳的功效，但是皮肤敏感的人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了。金瓜本身也称为南瓜，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A， 几乎是所有蔬菜中的含量最高。金瓜是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，它的天然的甜，它除了它也可以用来预防跟治疗糖尿病。金瓜本身有很好的润肺益气的作用。很多人把金瓜的皮给削掉，其实大家以后呢在煮金瓜的时候不要浪费，其实金瓜的皮煮软了其实是可以吃的。
四周桃源、健康粥品以及多种特色健康美食，三色粥、红曲米绞虾粥、黄色南瓜肉碎粥、绿色九层塔粥，以及亚洲特色美食，以新鲜食材烹煮，让您吃得开心。订座电话：6884-8975，6884-8975。